啊，还有呢，有一个今年王者荣耀有一个叫送新春红包的活动啊，是吧？这就是五大神兽的皮肤啊，我们来看是什么王什么王啊，然后点开之后点中间的圈圈啊，点完之后就是这个什么瑞兽的故事跑出来的，这个什么和平的，然后我们点到获得了一个瑞兽麒麟啊，是吧？然后我们看一下这麒麟拿来干嘛啊？我们这中间有一个点击匹配，对吧？麒麟，然后我们来点一下这个匹配，匹配之后我们看到出现五个人的头像。然后麒麟的话应该是花木兰，花木兰的皮肤叫做瑞灵志啊，瑞灵志。然后我们点击一下花木兰，看一下有什么精彩的事情发生啊。点击完之后，我们也看到啊，出现了这个，哎，是不是皮肤碎片送我们16遍啊？这么好吗？有送16个碎片，然后说分享，然后得好礼是吧？啊，我们随便分享一下啊。这一开始我登录的是微信区哦，我们现在放一个 QQ 区，看一下 QQ 区有没有这个活动啊，应该来说是都有的啊。以前有一些活动都是微信区的那个前面几区先开始啊，所以说我就先试一下 QQ 区，然后 QQ 区有一个叫什么全员冲榜的这一个活动啊，活动我刚才点了一下参与，看一下是有什么好东西啊。我们先看啊，这个一下我们竖起手机，竖起手机之后，这有个立即报名，然后我们点击。啊，他这好像是点击完绑定之后啊，他是说只能和微信和 QQ 只能绑定一个，他怎么知道微信和 QQ 是谁的，对吧？啊，我们分享到空间去就好了。啊，这个活动好像是也可以得到一些好东西吧，对吧？我看一下领取奖励之类的，有600000万、300000万，差不多几千万人在参与的这个活动啊，然后。拿到什么奖励啊？这些东西我也不懂啊。反正我们就看看热闹就好了，管他，要我们点什么我们就点什么。然后立即刮风，哎，这有的领取东西的，领取完之后，那我们随便玩一下。它这个应该也都是应该都是春节福利活动吧，反正又不需要花费什么。然后我们点击领取一下，有一些奖励，对吧？哎，得到了一些好东西啊。我要去激光有什么用？那我们。差不多了啊，这也没什么了，然后我们返回游戏吧。好，返回游戏之后，然后我们把这些广告全部关闭之后，哎，腾出也这个微信啊 ，QQ 区也有这个送红包的活动啊，然后我们点击啊瑞兽，然后领取瑞兽啊，这回拿到了青龙是凯啊，青龙是凯。凯的话，我们点击匹配，然后选择凯的头像，点击匹配有一个，也这个是15片啊，这个什么新春碎片，但是它画的像皮肤碎片，我靠，这是送的是皮肤碎片呢，还是？我们先分享到空间去啊，分享到空间去，然后点击关闭。它不是说分享有奖励嘛，但是我也没有看到什么奖励啊，这是不是忽悠人呢？我也不知道。然后我们点击关闭，这边好像每次分享之后可以拿一个瑞兽红包，红包的话就是那个先是冥王碎片，然后就之类的，最后应该是个击败播报吧，应该是播报啊，勇者播报。然后我们可以去邮件里面领取一下吧，对吧？先送一些好友金币，这个日常活动啊，然后没了。这个是啊，这就是新春碎片啊，新春碎片不是皮肤碎片。然后到1月30日到20日啊，什么可以兑换永久英雄和皮肤啊？兑换时间1月30号。哎，这是去哪里兑换我不知道啊，咱们只是看一下啊。然后还有一个这个荣耀积分啊，才拿个2啊。然后、智能机器人优惠券啊，优惠100元。不过那个优惠券，那个智能机器人都很贵啊，特别是那个吕布啊，999，就算优惠100元也要899，我也买不起啊。